上红毯，自己会发光。玉女偶像，女团的始祖是我好吗？黄家千卖力演唱，为舞台剧做宣传，表面上活泼开朗，但私下生活却是一团糟。周刊惊爆她与老公夏克立正在打离婚官司，黄家千本人也发声明证实离婚的决定与过程非常艰难，这个决定也是很不得已。因为我在我的婚姻里面，我非常害怕一件事情，我害怕冲突，我害怕不和谐，我不懂得怎么沟通，所以我用谎言来经营我的婚姻。后来在教会学到夫妻沟通，但这过程过得好委屈，感觉戴上一个面具。人妻了嘛，所以还是要大胆一点，因为我老公非常鼓励我，就说你应该要穿性感一点的衣服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就花了很久的时间完全不吃饭。黄家千和夏克立最早是透过戏剧《爱曼纽要怎样》牵起情缘，过往两人爱的甜蜜，在镜头前总是高调示爱。其实夏克立九年前曾被周刊拍到上酒店，尽管事后本人澄清是去谈生意，但在台面上总是女尊男卑。据了解，夏克立过去一直都被称作黄家千老公，偶尔会没自信，后来回加拿大从事动画，加上疫情两人聚少离多，最后一次同框是去年九月一起玩水上摩托车，可惜爱情还是难以挽回，16年婚姻已经走到尽头。东森新闻许淑明、陈依怡综合报道。